来自光之银河联邦信息。关于什么是频率与维度，来自高密度博客。问候你们，亲爱的地球上的兄弟姐妹们，亲爱的地球人，问候朋友们。我们在许多生世中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层次的扬升过程，在此期间，造物主一直从绝对统一的状态移动到相对分离的状态，以便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创造性思维过程来体验自己。通过一个称为进化的过程，我们一直有意识的从本质上作为纯精神的无意识状态转变为精神的有意识体现。当提到振动频率、能量时，我们指的是每秒振荡次数或赫兹 Hertz。 我们是受周围一切事物影响的振动生物，从电器到电力线、手机信号塔和高压线产生的电磁场。人体有自己的频率，地球上的每一种生物都有。我们的身体由原子和分子组成，周围环绕着受我们思想和感觉影响的电磁场。每个念头都会在你的身体内产生电荷，这些电荷可以通过脑电图 EEG 测量。科学研究已经明确表明，不同类型的思想会在大脑中产生不同的电荷，不同的情绪也会在我们体内产生不同的磁极。量子力学是对原子和电子的研究。量子力学是理解灵性的基本要素，因为正是这门科学解释了精神与物质如何相互作用。精神是存在于异次元的振动频率，但可以科学检测。它的振动是通过电磁能量感受到的，我们将其感知为我们的情绪。没有与身体的联系，就不可能体验精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物质世界中有性即性、生与死。在物质世界中生活时，体验精神需要我们与内心的渴望保持一致。如果我们这样做，那么我们的情绪就会开始以与精神相匹配的频率振动。这可能很难仅通过智力来实现，因为它涉及以无条件的爱存在于每一刻，如实地看待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这种意识将扩展到更高的指导，这将帮助您与预定的事件和您打算遇到的人保持一致。当你意识到自己每时每刻的意图、感受、想法和情绪时，你就会与宇宙意识、造物主的意识保持一致，这将引导你走向最高的善。宇宙是一个智能全息图，一个有意识和智能的生物体。它通过我们的思想和感受与我们交流。我们是它的思维细胞，是这个全息宇宙的意识。量子物理学定律指出，人类是由物质和非物质的能量组成的。我们可以看到和触摸到的身体部分只是我们是谁的一小部分。量子物理学告诉我们，宇宙中的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没有所谓的空虚或绝对的虚无。量子纠缠也称为幽灵般的超距作用，表明如果两个粒子在过去发生过相互作用，那么无论它们现在相距多远，它们都将始终保持连接状态。如果一个粒子改变了它的状态，另一个粒子将在同一时刻改变。我们自己的非物质部分，包括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身体、我们的 DNA 和我们周围的能量场，它在身体内部或外部都没有关系，它可以在宇宙的任何地方，因为它没有边界。现实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存在于其中。我们的意识通过我们的思想、情感和语言
将频率模式编码为物质和能量，从而创造现实。超意识是我们此时可以感知到的最高能量形式，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上帝。我们与上帝的意识并没有分开，因此我们不需要祈祷或要求任何东西，因为它已经存在于我们之内。我们的任务是通过培养对细微振动的更大敏感性来意识到它在我们体内的存在。当我们提高振动频率时，我们会变得对振动的所有方面都敏感。身体的、情感的、精神的和精神的。我们开始意识到意识流经万物，包括我们。造物主的爱与光存在于我们之中，也存在于万物之中。万物皆一。您是否正在体验对直觉知识和生活中精神指导的扩展意识呢？你是否感受到一种你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神圣源头的存在呢？这是对充满无条件的爱和光明的所有众生和一切事物的意识的一瞥。它并不总是显示为明亮的光，它可能会以一种深刻的平和感或一种理解的形式出现。无论采取何种形式，这种扩展的意识都反映了我们与所有事物和众生的内在联系。这是一个明确的路标，指引我们走向精神成长和实现。当我们增加对微妙振动的敏感度时，我们开始进入这种意识并体验与万物合一。重要的是要注意，我们每时每刻都有神圣的自由意志。了解这一点，可以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每时每刻选择的想法和情绪，而不是简单的根据过去编入我们的内容程序来对情况或环境做出反应或回应。无论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你都在不断地与宇宙和其中的一切进行能量交换。你可能觉得你的想法、感受和情绪是你一个人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你不断地被宇宙中的一切所包围并与之相连。当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个事实时，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的真实本性是与一切万有一体的纯粹意识。重要的是要记住，在任何时候，您都可以选择是否尊重提供给您的微妙直觉信号。这可能非常有力量。当你越来越意识到给予你的微妙直觉指导时，你会意识到你的生活中真的没有意外。没有每天发生的随机事件，在神圣的时机和神圣的展开中只有完美。这意味着，如果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需要解决或治愈的，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因为你自己存在的力量会消除任何障碍或限制。你的自觉意识会将你转移到更高层次的振动中，那里没有问题，因为它们根本不存在。直觉的声音总是会把我们带回家，让我们重新与我们的本性保持一致。造物主的意识不是一个信仰体系，它是所有创造物的来源。造物主存在于我们每个人之内，并作为宇宙集体存在。一切事物都是从这种原始能量中创造出来的，包括我们的思想、感情、情绪、感觉、知觉和经验。可以通过冥想和祈祷来培养对这种能量的敏感度，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开始体验比物质世界所体验到的更大程度的幸福。在这个更高的意识领域，我们可以获得所有指导，我们发展新才能和能力的知识、智慧和直觉。我们变得更加适应我们身体与生俱来的智慧和治愈能力，这样疾病就不再控制我们了。我们的直觉发展的越多，冥想中就会向我们揭示更多的信息。
这是我们可以通过学习相信自己，而不是让他人影响我们的决定来找到生活中的平和与满足的一种方式。每个人都可以获得这种意识水平，无论他们的宗教背景或信仰如何。我们的想法创造了我们的现实，所以这里不存在消极或恐惧的想法。当我们开始练习活在当下时，我们将学习如何从基于恐惧的思维转变为直觉思维，从而让我们的思想向所有可能性敞开。我们非常爱你们。我们在这里和你们在一起。我们是你的光之家人。我们是银河联邦。谢谢收听。感恩祝福。